心通，才动念头而已哦，而且动了念头是很好的念头，说希望我将来成佛都像阿弥陀佛一样，佛呢就抓住机会，赶快给他。往生正经刚刚讲24品，里面呢这段文字在632页，要昼夜常念，乃至呢十日十夜，一日一夜，都能够往生，所以最重要的是在这一句话，深信切愿。 持佛名号，这八个字，深信切愿，持佛名号，千万不要省略掉深信切愿，不能省信愿两个字，不能光是称名，一定要深信切愿，持佛名号，是我们唯一的办法，这个办法能够让我们直出。 直接出去，不是唯一值哦，唯一直出生死苦海的爆发，所以从前面这样推过来，佛的愿，佛的恩德，所以我们要接受佛的愿，佛的恩德，就是深信切愿念佛，就能够感受到佛的恩德对我们的加持，这样子哦，然后呢，再来呢，大愿成就。 下面开始讲大愿成就那种世事无碍的境界，等于他还没有解释经文，先交代一下这些内容，所以你看倒数第四行。